好，在我们前往厄达克之前，还需要什么吗？任务完成之前，你将无法回来啊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一去就不能再回来了、哦。他这边的最后机会呢，是告诉我们说，哦，接下来的剧情部分呢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回来这个毁灭堡垒毁灭堡垒这个地方哦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啊、哦，做好万全准备再出发。那么呢，他这边有一个图案嘛，这就是需要用苍天钥匙所打开的一把武器哦。老头之前在玩的时候，有一些那个地狱之门的那个任务都没解，所以说没有办法拿到苍天钥匙。但是呢，啊、哦，老头私底下把它完成了，所以说现在六把钥匙都在我身上哦。我们待会呢就来解开一下这把武器，究竟看一下这把武器威力到底是如何。然后呢，顺便呢把我们这个哨兵电池的东西啊、哦，不是东西，哨兵电池的那个的数量呢，稍微做一些消耗、哦。然后现在发现，原来我们这边有那么多的问号哦。我们可以稍微来逛一下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来，全部都拿，全部都送他了。已解锁，使用。哇！这把武器不知道强不强啊？应该是蛮强的吧？需要用到六把、欸。哇！魅克啊、暗魅克枪，哇塞！射速快啊，射速极快的常见武器哦、啊，与 BFG 共同一种弹药，按下 F 切换哦、啊，哇，好爽哦、啊！哦、啊，感觉有点浪费，我来看一下它可不可以升级哦，它不能升级。他跟这个 BFG 9000是一样没办法升级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来消耗一下我们的这个哨兵电池哦。好了，这个毁灭堡垒里面大致上的秘密都已经摸过了哦。那最右边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执政官的硬币哦，还是需要这个哨兵电池哦，我已经用完了。哈哈哈。所以说呢，待会可能直接先去主线任务哦。那打完之后再看状况吧。啊，传至纳卡门 ，Go！ 假金能源，哇，这只恶魔可以动哎、欸，它被绑在这边了。受诅咒之人的城市，哇，哎、欸，这恶魔眼睛在。喷岩浆，他是在哭吗？失恋了吗？需不需要帮忙一下？啊，打他也完全不想鸟了吗 ？OK。叮叮叮。坐下去！天哪！哦，还是硬。巨石你！哎、欸，这边马上就有一个可以给我用了、欸，哎，当然只剩最后一个啦。啊，这个好了，把它全部升完。来试试看那一把武器。
伤害极高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这把武器好强哦！干嘛干嘛干嘛？干什么啊？被揍是不是？我已经忘记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，老实说。啊，因为过有一阵子老头没有玩了。我的前面什么、啊、大脑哎、欸，摧毁巴黎巴黎巴斯卡里巴斯的眼睛是不是？啊，摧毁他的把酒。好哦，巴黎卡斯卡里巴斯。那个是不是？根本炸不到啊！这有没有用啊？欸、有用哎、欸，居然！哇！这附近有没有宝啊？没有宝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完全不知所谓。点东西啊！岩浆会掉下去啊！那个平台会掉下去啊！不是岩浆，靠！受痛。啊！全部炸完了吗？完了，又要光了，莫名其妙炸完了。好哦，开花中，把它做掉了，还一直来乱。吧，浪费我好多条命。你也是，走在那边啰里吧嗦。跳上去，后面应该有东西。我就知道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揍下去门就打开了、欸、再来啊，我靠，两只隐藏的，会隐形的，快放下来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哈哈哈，哇，有这个硬币耶、欸，哇，金铜代币，没有一个，应该可以升了吧？四点了，快要升完了。看一下我这边到哪里？哎、欸，右边有秘密，那去右边看一下。这里啊，就是你。OK， 然后直走有全地图。哦，我还不捡一波。任务要我到这个地方啊、哦？哇，可是我过不去呢。这边先过完啦。哦，从那边跳下去也可以啦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任务的部分。知道了。
那可以看到更多秘密。不知道这关的秘密有多少？有啊，右边有血，还蛮多的嘛！天哪、啊，点到吐啊！等一下，那边有路可以走，走不过去啊！想尝试跳过去说，什么地方可以让我跳过去之类的。看来应该是没有，感觉有点遥远，就是这地遥远。算了，静观其变。还有才差一只，还差一只，快来快来，听话，非常好。太棒了、啊！我这边会有一颗这个啊，这么爽。爆你！可恶，他怎么没有过去嘞？压不死啊！我靠，掉下来是哪里？害怕！这一直没动来动去的，烦死人了！太棒了，压下去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舒服。倒霉会死。会死啊！这个法师在哪里啊？一直召唤，找到你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你还不死啊？够硬的。终于结束了。天哪！不告拍爬，怎么来了？等下难打的敌人再用那个魔锅砍好了、啊。看到了，砍一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耗尽了？为什么？刚刚不是有捡到蘑菇能源吗？怎么会？我早知道先用了，要死了！哈哈哈哈！太机车了吧！对啊，叫明明就还有一切啊，刚是按太快是不是？没关系，
这样算解完了吧？对，解完了，现在只剩下毁灭猎杀。对，剩毁灭猎杀了。啊！害怕。痛哦！被撞来撞去哦。先跑为妙。有魔波能源呢，爽。留着。留着拿来打难缠的敌人。他这个是怎样？左侧壮烈击杀，尽量尽量。靠北还两只。感受到非常不好的恶意了，看一下有没有快速打法，应该是没有。先拿一点子弹再说。打带跑喽！下去，下去，左侧，左侧，靠北啊！我刚刚差一点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左侧？啊！烦死人了。气扑扑啊！这不够了，通通拿去做基金。用完了，非常好。非常痛，快点给我！快点哦，酸哦！像我有两次机会啊！两次机会棒！左边。为什么没有？不是左边吗？左侧，啊，我不是左侧吗？使出左侧壮烈击杀，对啊，他的左侧。啊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我刚明明就对准他，等一下。哦，那是，哎，等一下，啊，那是他的右侧啊，靠腰嘞。
我们可以重来啊！我好像没机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真的没机会了，算了，下次再来重解吧。他理你的！我刚刚一直左右搞混哦，我刚是跑他的右侧去砍，对不对？霸气！啊，老头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希望待会还会有啦，哎，没有的话就真的只能等下一轮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站在这个地方揍一拳吗？看来也不是。为什么？这边要怎么过啊？上面有个秘密耶。上去，啊！看到秘密了，捡得好啊！哦，这边啊，坐下去，开了，喂！啊，打完了，可恶，差这么一点儿，哈哈哈哈！左右部分的老头